好像我的，我做完之后整个面皮都还是平的哈。它开始融化了，它的熟，要拍，拍一点点就好了。好，拍一点点，把那个融掉的油吸回去。这是第一次，对不对？对，是第一次，都还没有折，第一次。你们放哪里？你们的面皮放哪里？冷藏还是冷冻？冷藏。冷藏还是冷冻？冷冻。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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因为他是老师。不是因为我的来。你们的问题是有发现吗？你们的油已经吃到面皮了，所以你们等一下，你们的层次就会没有人家的好。